好了，老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老公。 你不喜欢啊？喜欢啊！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要不就送给我吧，我感觉还挺适合我的。我喜欢，只要是我老公送的，我都喜欢。那，老公你帮我带上。嗯。 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是不是很嫉妒啊？那你赶快找个男朋友，这样就不用羡慕我们了。谁说我没有？你有男朋友了？你怎么不带给我们看一看啊？我呀，是怕你见了会吓一跳。<笑>不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吗？有什么可吓人的？他喜欢中餐还是西餐？ 我好提前准备啊！就按照老周的喜好准备就行了。我逗你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跟老周一样，什么都吃，不挑食。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，什么都吃，那不成猪了吗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，<笑>我觉得挺好的。 子欣。 你怎么才来啊？我都等你半天了，老公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？别闹，身体刚好一点。我都没有事了，已经过去3个月了。乖，听话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等你身体好点了，咱想要多少个孩子都行。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，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嘛。今天是我们1周年的纪念日，我肯定要来陪你啊。